群像灯脚，就说我们就像候鸟一样，每年就是这个时候会飞回来。哦、那他们那个社团，他们就会自己做自己的帽子。候鸟社、哦，对，哦、是好。那目前在外场的状况呢？我们把时间交给大宝跟永烈。就好像我们有时候女儿回娘家之后叫妈妈吼，阿是叫姐姐吼，阿底下迄互相吼嘘寒问暖之类的对，嘿啊吼啊，大家都好吼，咱就刷蹲一边的公屏中刷屏嘛嘿，后尾吼就刷起来啊吼，好像神教前后哈。你看，伊拢配合着妈祖的吼，每一个吼，演每一个无同的方式的采集的方式，嗯，嗯，对，咱左右盘刷好。三位妈祖现在做最后的这个请成全的互相的这个问候吧，问候，对对对。對最近那个时代也蛮辛苦的，当神明的应该也蛮不容易的。医院的人更多，神明这个所这个给民众的祝福，当然也相对的会有更多人切切去期待一下。好，动起来了，动起来了，哦，动起来喽！我们也顶起一代。所以每个修行他拢是眼睛注视着哈、嗯，对，一边神教。我们都是看那个第一位那个陶匠，对，陶匠他在感觉那个妈祖有没有在推他。之前我们看到他们在分享说，就是他会感觉到妈祖要推他就出发，所以你可以看他在细微的感觉一下。其实四位的默契要相当的好，大家拢爱知影妈祖不会会哭死哈。嗯。所以主要的在决定方向应该是前面的这位陶匠，因为后面的那两位女也看不太到。对、啊，哦，动起来咯，应该是前面其实两位都很重要。好，好，这边。哦，出发了，出发了。照片。向右转，右转。恭送白沙屯妈祖，您正式从这个朝天宫往外前进，然后此行将要到27号。